看在比赛过程当中都没有接的那么出色，别再说这个选手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好球，反拍的上前球，进球。没有，本台连续的失误。就是现在小孩们在郑钦文发球的时候，还会故意发出一些声音去影响。好，你看看这个。基本上没问题。今年非常再放，没有准备啊！这一局两个双误，两个飞出屏失误，直接送出了这一局。正开的制胜分，盯不住啊！这个只要正开发力，能打到界内，对手基本上就盯不住了。你看现场的声音太吵了，还有人在一直在走动。没有打呲了，还是好发球，顶不住啊！没问题。好球啊！反拍的一个滑步过程当中的截击，这个放短，6-4拿下了第一盘。看见了吗？这 out ace， 接发球制胜，
out， 跟基文爆发成功二比不一样。对手啊，基文完全不是郑钦文的对手。没问题，这个郑开的小球。再放一个，没问题啊！哎，哇，这个球手软了，这个球还是下手下软了，保住住的。没问题，这个正拍高点的下压进攻，注意起。这个球出界了 ，ace。好球 ，one two punch， 对吧？都是要打五场。再拿一个破，中网盯不住啊！这个正红土大妈。out， 这一出手就是这个球被加西亚抓，没问题。40-30，没有问题啊，6-4，6-2，横扫加西亚。进入到了下一轮，确实实力太差了，加西亚这个。